Yo, what's up, guys? Yo, what's up, guys? 欢迎来到 Black 的频道。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Charles 熊猫哥、Mr. One 鱼、Sandra 鱼鱼还有 Mona 来玩这个情侣游戏。第一个游戏之前，我们需要先分组，因为我们来四个 pair 有点太多了，我们会分两组，每一组四个人，就是每一组有两 pair。所以现在我们由抽签去决定。你们那一组先是吗？叫 special 什么鬼？什么鬼？一个一个来，所以手抓手干。你们两个一组啊，明显。哦，那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一组吧。我们不用，我们没有作假，就 remain 啊，不用动了。我们没有作假，是真的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两 team 一组，我们两 team 一组，现在开始第一个游戏，情侣大考验，情侣默契大考验，情侣默契大考验。OK， let's go。第一个问题是，你们 pack 拖的经验 ？Pack 拖第一 yes day one day one 开始 pack 拖 yes。注意一下好跳的呀。第二组 Sandra 还有 X。 最大没有女孩子穿男孩子啊，男孩子穿女孩子哦，男孩子穿女孩子，我最敏感的部分啊。okay, 对，就是敏感是什么痒还是我生气的敏感？对，我的脸红了。嗯，就是不要装纯，脸红脸红。所以哎，可以那边先吗？没办法，你交换吗？你交换的，就是嗨姐，嗨姐，我想到就已经很敏感了。阿万讲不要一直给他先，说现在给你唱歌。总之不会是我先。是哦，我就很想分享，他有一起讲吗？好，确定我们可以。我想看你唱歌。还有你，我地方你都很敏感耶。Three, two, one。耳朵。下面。耳朵。下面。耳朵的下面要这样讲，真的吗？没有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因为如果我讲下面，我一定讲，你做我白凳子，屁啦，太远了啦，太远了，再来一个，好，熊猫哥 ，three, two, one， 脖子，几下，哦，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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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耳朵后面吗？你们不过，不过，你们不过，因为耳朵后面嘛，耳朵是耳朵，后面是后面。啊、我们反对票。我们的。你要分上下左右里面外面。耳朵还有里面的嘞。啊。我们有两分，就是里面的嘞。整个耳朵含到，整个含到，这个没有分啊？我觉得应该有耳朵，对，因为他这个是完全讲下面的，给你，不要耍赖皮。3, 2, 1，你抱。抬头。第一次接吻是在什么地方？洛克。哇！每一次都没有。我要问在我。3, 2, 1，没有讲。你不讲？没有讲啊？没有，因为哦，他跟太多女生 kiss 过。3, 2, 1，走。中。我中。在车上回到他家嘛，然后他讲在不叫嘛，这样他家的不叫，在不叫人家，这样，这个可以给你们扯到吗？这个很不叫，可以过吗？阿万可以过吗？没有，这是在车上吗？可以，阿万讲可以，把我送回家吗？给他，到我嗨，再给我嗨来。3, 2, 1，莫娜讲，对对。你讲一个讲莫娜讲，一个讲超讲，一样嘛，哇，太紧到。没有金刚，接受不到，打架，我们没有金刚，舌头狂震，舌头狂嘴巴，狂甩他的舌头。哦，摩纳加就是我家是摩纳加。我们这一组真的太好。男孩子求爱的动作是什么？男神求爱的。动作是什么？灯是什么 ？3, 2, 1，抱他，就是抱他，然后就是他的魔法什么？你好会扯哦！你好会魔法时长哎！我听不到魔法是讲什么？魔修，就是抱他的时候，然后再魔修你的。但我不懂，你没有接近啊！我原本是要讲哦，就是讲我突然间对你。那倒也是。啊，也是，因为我怕你会讲这个。So, 到熊猫哥来了，来 3, 2, 1，喝酒，我笑你，喝什么酒？求爱的动作，每次想要喝酒，他每次都要追，没有吧？所以你不在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追啊，追啊，还是渣？对哦 ，OK， 到 rest， 3, 2, 1，渣男。对呀，就是动作吗？不是讲动作吗？像这个都是动作，都是。我不知道，他到楚国现在打出个题，来到楚国，要刘老师，我过来了，我来。来到万南，3, 2, 1，猛熊，现在全部来讲出来就是猛熊。是不是没有吹？是，我说不行。还有哪一个？讲动作吗？不是哪个最简单讲动作。他不是问你什么状态？这个有点简单啊，谁先向谁开口说话，先认识对方的。我先。3, 2, 1，男生。男生。3, 2, 1，阿文。应该算 few 发同学，也可以当上歌的。然后同学，你是我老师，我不问你，我怎样学到东西哦？说一次你开口，说一次你开口。哇！这个要讲他好的时候，那不是没有一起。学长还是坐一起？哇，你们怎么会熟的？不是，我教球。哦，什么球？羽毛球。羽球。他很男孩子背锅吧？女孩子要猜男孩子初吻的年龄。
三、二、一。不是那妈妈叫妈妈吗？那不算。这个是五，十五，十五，十五。哎，我是才十五啊。这不就是当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。三、二、一，十八。是什么？是三十三了。哇，三岁了。你有写那个？我妈妈亲我啊，嘴巴。三零零七，二一，哎，十八。2007，18岁。这么是2007是吧？18岁是吧？19了。哦，19。三。下一个。三、二、一。14。哇！哦、我猜到哎、欸。你不知道，我跟你讲过。我猜到他大概是在那个年纪，然后他讲给他有一个初恋女友。他到现在还喜欢吃，所以想记得啦，十四岁，他已经知道现在，那都不难。对，我不记得。最后一题，你们觉得谁比较爱对方？来，接下来不要讲，讲讲，三、二、一，我，一，我，以前应该严格来讲是以前是我，现在是他，哦呦，从来就是我，还要特地讲个句，来，熊猫哥，三、二、一。错啊！妈的，你一个关注也输掉，扣分了。三、二、一。哦，没有，这样子我们只对方证明，我们不要拿分，就证明我们看得出你们，我们大家都很爱大家。没有，你是十四级是吧？他自己，我只是我们有聊过啊，这个什么？肯定啦，肯定啦。现在我也有，还在直播。拿这个分。我又要帮你转那边的有游戏的玩游戏的精神。Going to section two， 哈 ，Right。OK， 现在就是要女生写出她们自己本身的缺点，然后我们男生负责去猜，三次机会 ，OK， 猜错就 next，Yes， 猜错就输哦，就输。OK 了，猜错就没有分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讲过哦。中吗？中。就你喝的。